所以你是要拿来去漱口。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人，所以像那什么蛋糕还是什么，就是都还是在冰箱啊。那一年的故事再接下去说完，在哪里看有没有邮局的那个转角就是。哦哦，真的这边没得停，没得停，要从中华电信开始排队，要排队了。哦，你说中华电信那一边的右边的，应该是那边刚好在施工吗？所以要绕过去排队，不然通常会从中华电信就开始排队。哦，那就在那一个而已嘛。那個、前面有一个礁溪温泉公园啊，我们等下有找到地方停，我们去那边吃啊。你们想下去吗？我就要和日本这边公司下去看一下嘛，礁溪温泉公园。留下来，一起回日本，或者我跟你走。那你留下来好了。在排队，排队啦。应该是葱油饼吧？对，可是前面的冰没什么人买。冰是还好，找不到位置喽。这边应该蛮多人在。东西对啊，这边基本上不是啊，就是我们一个像哎，干那个冰啊，冰好像也是要买，也是要买，冰好像还好，冰比较没那么久，比较没有那么久。我先找找对面，我干全部都停那个机车停车位，当然有点猛，但是咱们是台湾人，算了啊，你想你不想吃哦？或是跟他们一样啊，这样停进去，对，这样停进去，当个坏坏的台湾人，我就坏。我就这么坏，还是尾鱼牛要买全年，我们去停全年。我不要，你要买泡面吗？昨天不买，然后今天买送他。干，昨天我们最讲到就生气。对，我有问你们要不要买泡面，你说不用啊。最失策的就是没有买到泡面。哎、欸，你这样讲，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去全，然后只有买我们这三碗的。那时候最后面喝酒，讲我们三个在那边泡泡面，大家一定都错过了。当然，一点坏。他是不是要走了？那我可以停那边。那个双黄的那个，看起来不像。他看起来没有在打方向盘的，不然就直接。插那个，插那个残障停车格那边，看会不会太狠？我回转一下、哦。